我和我的祖国。哎，您好，大叔。哎哎，我们是城市频道幸福指数大调查栏目的。哎，方便问一下您月收入多少吗？月收入啊，100万。100万呢？您是通过什么方式挣这么多钱的呀？睡觉。睡觉？你睡觉那是？做梦啊。啊，谢谢啊。哎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我还跟您反映个问题啊。您说。就说前一阵我看你们那个电视征婚栏目，那什么节目啊？啊，那女的长得都那么漂亮，大长腿，那男的都是企业家，他们怎么可能找不着对象上电视上征婚去呢？你说是不是？还有就是你们那场景设置的，你看看那霓虹灯就在那晃悠啊，哎呦，那女的穿着超短裙站在那个台上，是不是？这还挂着号，男的喜欢谁，男的在底下叫号。一看这种节目，我就想报警。我跟你说。还有你们中间插播那广告，我都觉得奇怪。谢谢您啊。不是，就你们的广告全都是妇女的，因为人家介绍的那么近。哎，你们怎么回事？你问的我呀，你，哎，我就是什么事儿啊？